我知道你们很着急，张勋复辟了，国会又开不成了，我知道，我急的不是这个，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，我们本来是共和国，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、专制主义的东西呢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，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。共和的观念是平等、自由、博爱吗？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，民众人被奴役着。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，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。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，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，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，民众没有权利，没有自由。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又看到了是什么？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，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，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。民国更应该是法治之国，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的肆无忌惮的干涉立法。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，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，甚至暗杀你。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。那行政是什么呢？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，应该是服务于国民，行共和之政。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，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，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，更看不到监督之制。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？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？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？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。可民国六年来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，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的被强奸。有人说，不不不不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有一些人说，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称号而已。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，太遥远，不符合国情，
它就像一个气球啊，看着很美丽，可以飞上天呢。噗，破灭了。我想请问你，我们不要共和了吗？难道共和真错了吗？如果我们不要共和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。如果我们不要共和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。如果共和错了，那自由就是错的。啊，如果共和错了，那平等就是错的。如果共和错了，那博爱就是错的吗？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，当然它还不完善，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，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。哦对了，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吗？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，但是我要说，这是为了完善共和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？我要说，这就是共和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。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，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、自由、博爱。这边也有三颗扣子，民族、民权、民生。那宪法？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啊，我发明了个新词，叫五权宪法。这里装的是立法权，这装的是行政权，这装的是司法权。这三权你们都熟悉，叫间接民权，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。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。一个是考试权，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，后来把科举废除了，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，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。这不好，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。民国六年来，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他袁世凯北洋的人，至今还如此。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，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，不管是谁。还有一个是弹劾权，没地儿装了。装在这儿，弹劾权。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？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，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。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，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。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，吃饭穿衣都说共和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？他说的对，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，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，共和。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，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，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，就一个希望，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、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，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，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。共和
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，是世界的潮流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我孙文相信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，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。我坚信这一点。